湾有关系消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听讲会找这个驻美代表萧美琴来做成萧赖萧配，啊，这后任驻美大使可能会由这现任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来接，不过伊不能讲，应该未去接。这个时候我只能够秉持外交的态度了。这个不承认也不否认。民进党总统副手罗小佩，顺罗清德的回配，敢那听出是上哈，传出小米琴会伫咧 APEC 峰会结束，会当来变选去，啊，后一阵驻美代表会是伊。外交人士的这个更迭，是定期的事情，也是经常的事情，所以我这个部分应该是不会动。不过这摆 APEC， 那小米琴当时回来嘛，引起大家注意。另外一个焦点就是美国总统拜登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美国跟中国的一些高层的会议里面，台湾的这个部分都会成为讨论的议题之一。那有关于台湾的部分，我相信美方对我们台湾的这个支持，我们应该不用感到怀疑。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免怀疑，中国嘛不断咧甲台湾卡空。吴钊燮过车接受泰国媒体专访，三号爆出了后，和中国驻台大使。管大动作批评，是咪到声明一个出来？泰国公共电视台专访影片，一个官方 YouTube 随口设定做抒情影片。与中国的干扰也是经常性发生的事情。那我想，中国的干扰不应该成为我们是不是在国际社会上面发生的一个干扰的这个因素。利空利水在算，国际形势嘛看懂政治变局。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